高雄小巨蛋登场的静思法随妙莲花金藏演艺两大表演团体成员，今天下午回到新店静思堂，与上人分享演艺过程中大家心中满满的感动。真的是很挑战，然后也觉得对幼儿神武来讲，我们确实做了一个自己之前做不到的事情。自本来经性相空寂，无量。然而满满感动与演出成功的背后，其实困难无数。那这三个单元应该每一品至少都改了80次以上，这是最保守的估计。然后每次一进去录音室的时候呢，都熬夜到至少12点。那有一次呢，我们还录到晚上4点。参与成员也体会到努力的过程犹如修行之路。演绎《法华经》呢，我感觉一个人生的小缩影，里面让我们各自可以学习到，像我自己我学习到的就是真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作一场的修行。因缘的力量不可思议，上人感动众人齐心效力，透过演绎让佛法入心，广传法义精髓。感觉讲这世人啊，这法华经是我修行的一个全部，我修行来五六十年啦，这个全部吼，就是在《法华经》看到那个画面呐，总是呢，给我一次感觉到说，是啊，那当阵为着那个孤老无依的人起一间厝。第一个低头是我骨的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现在呢，慈济村、大爱村，到底在台湾呐、有多少？在国际间有多少的啦？慈济弘法立身已有57年历史，如何让更多人深入经藏，继续坚定菩萨道心？上人祈勉慈济精神更加开枝散叶。大爱新闻杨雅颖、余国威、李建宽采访报道。